是不是误会了呀？你还想狡辩哈？这孩子啊，从小我们都不舍得动一下啊！你凭什么打他呀你啊？阿姨，不是我打的。怎么不是？就是你打的。就因为我昨天刷他的卡，花了点钱，然后他又把我打成这样。点钱？那是点钱吗？那是三万呢。谁花三万了？是。29800，差230000，我两三个月都花不了那么多钱。你买个包直接给我干没了。那我闺蜜人家都有名牌包包，凭啥我没有啊？人家自己开公司创业，人家有钱，你呢？那花点钱你也不用打我姑娘啊，你也不能打她呀。阿姨，咱们先冷静冷静，有话好好聊一下吧。有啥冷静的？冷静不了，看高姑娘都打成啥样了。阿姨，我就说了她两句，我怎么可能动手打她呀？什么没动手啊？她这人就这样，有点事儿就打我，我惹她不开心了也打我，这日子我真是过够。阿姨，你先冷静冷静吧，我单独跟他谈谈。怎么的？你还想打他呀？我走不了。妈，你别走，我害怕。行了，王玉，你演的可真像啊！阿姨在这，我想给你留脸，但你能不能别给脸不要脸？来，阿姨，你自己看。有意思吗？那是装可怜让别人同情你。我花点钱怎么了？那男朋友给女朋友花钱不天经地义的吗？那张卡是我给我妈治病的钱呢。那你再从别的卡里存进去呗。那可是30000呢，你让我上哪儿再整30000去啊？我平时烟不舍得抽，衣服不舍得买，手机我都不舍得换一个，你一个包直接给我花没了。你花的可是我妈的命啊。你说话注意点行吗？别整这么吓人。兄弟，就这样的女孩咱还跟她废什么话呀？找对象你还去恋爱蜗牛看看吧。上面的女生不看着物质条件，没车陪你挤地铁，没房陪你租房，没钱陪你挣钱，月薪3-5千也能谈恋爱。还网恋？那上面都不靠谱，你别信。那上面女生比你靠谱多了，都是奔着结婚来的，而且平台审核超严格，人脸认证通过才能解锁互动，根本不用担心照片。快点击左下角领个女友吧。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找你这么个小心眼。小刚啊，是我家姑娘对不起你，阿姨给你道歉了啊。妈，你跟她道什么歉呢？她对不起我的地方多了去了。你闭嘴。小刚，小玉花你的钱哈，阿姨给你了啊。哎，拿着啊，不能要。阿姨，拿着，阿姨，我真不能要。刚才你俩说的话花哈，阿姨也听到了，你把这钱拿着啊，给你妈妈看病是重要的啊，拿着拿着啊。谢谢阿姨。